是没有做过的角色的，完全都没有，零，都是零。为什么呢？原来从这个相关单位把谢浩沉默的消息开始试图跟这个总统联络的时候，他人不在青瓦台，那么人在官邸。可问题是发生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那么官邸的电话不通，总统的电话其实大部分都是由秘书接嘛，对，没有人接听。Woo!